们所看到的八架，也就是我们在人间所谓的刑警，他们来自阴间的刑警，来铲除阳世间这些妖魔鬼怪。所以今天台北市政府民政局特别举办了神游猛甲系列活动，来陪同的今天有五位的将手哈，那么关将手以及八将，在台湾各个庄庙里面应该很常见，但是我们大家都很少忽略了他们脸上的脸谱。脸上的脸谱代表很多的意境啊，像我们等一下后面团有老虎啦哈、哦，那么有各种的不同的脸谱画法。那么今天呢，大部分都是以绿色跟红色为主，正题案就是以猛甲金山庄的枷锁将军哈、哦，枷锁将军。那么枷锁呢，就手铐的意思哈。哦，来，我们用掌声要来欢迎我们台北市政府，我们民政局吴坤宏副局长，以及我们华区公所，我们再次掌声。